让我们欢迎唱作俱佳的才女萧贺硕小硕来到现场。Hello Kiki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硕。欢迎欢迎，小硕，你之前有来过高雄，对高雄的印象怎么样？我觉得高雄的路好大条。对，每一个来到高雄的人都会有这个想法。而且东西很好吃哎，有很多小吃。对，很多小吃，就口味不太一样。因为南部的口味跟北部就是有点不太，就是南部比较甜。对对对对。而且你是不是想要到南部，就是高雄逛夜市？是的。你毫不掩饰。等一下，斩钉截铁的说出是的。好，那距离上一张专辑《Stay》发行，其实整整有2年的时间。那这段期间呢，你除了持续不断的创作，那就是也有累积很多的 live 的经验，而且还就是台北、美国两地跑舞。Fall in love， 可以跟我们分。你今天心情很嗨？不是，我觉得你的那个你的讲话好漫画哦。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你是沉浸在爱河中的人呐、啊。OK 啦，那跟大家分享在这段期间的那个，就是有没有什么收获，好不好？其实在台北跟纽约两地飞行、除了就是很累之外，当然在纽约受到蛮多文化冲击的、那其实我第一次是自己一个人去纽约。你一个人就是勇敢的踏上旅途吗？对，一个人去，所以吃饭啊或是逛街坐地铁就是一个人。我想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应该会就是冒冷汗，哎呦英文不好不敢去外国。其实还好欸、就是你只要你胆子够大，那基本的单字 OK 的话不会太困难的。嗨嗨嗨，然后就rice coffee， 就是把自己喂饱就 OK 了啦。